我上楼收被子，你们去把这两袋垃圾扔了。如果还要等到我回来扔，我就把你们两个一大包扔出去。没事，你知道你没有写作业。 你们臭运动要躲起来不扔垃圾，你是有多懒？你不懒，这是你不干，我一个人的，是不是我的笨呐？这些白砖是不是你的？这样不要互相伤害了，我们猜双色球决定谁扔垃圾。 现在我们的福利彩票池开始启动，第一个08。 9.5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放的三尺的。OK，那就放下那些歪门邪道，像个男人一样战斗吧，儿子。那叫我放肆，白白浪费。小品多哪儿去了？脸大就是吃亏，看我进去的。糟了，中计了！嘿，我赢了，你中的那些。这怎么打？ 怎么家里比以前还干净了？我们今天的洗了一遍，才吃了原来这家伙这么辛苦。妈妈，给你的第一杯奶茶。过时了，来老婆，时更靠长。这个垃圾怎么还转性了？